女孩 ，Yummy Yummy。没想到板桥巷弄里的美食都让我惊喜连连。我们要去板桥人气超高的海鲜料理店，最新鲜的海鲜每天从渔港直送到店里，还有每日限量的隐藏版料理，卖完为止。我等不及了，赶快进店里豪迈的开吃吧！这家就是板桥 CP 值最高，然后整个海产最澎湃的海鲜料理店。分量也太多了吧？对啊，那你有没有看到它每一个海产都超级无敌新鲜的？没错，它还有吐舌头，它海鲜真的很新鲜，全部都是鱼干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赶快把它下锅吧。哎，它有很贴心哎，老板很贴心，已经帮我们有稍微敲过，所以等一下吃的时候就很对我们女孩来讲方便。它真的非常新鲜，所以它里面充满满满的蟹膏哎！天啊，这一点我超爱蟹膏，这种就是新鲜的才会有。没错，我要吃蛤蜊。蛤蜊也超大的，然后你看它的扇贝真的是，哇塞，它背是带超大片，就很肥满的。对啊，它的扇贝很厉害。这一锅也太新鲜了。还有那些虾啊、蛤蜊啊跟蚵啊，蚵啊等一下我们想要吃的时候再下。他们家呢不只是海鲜火锅厉害，看看这个，是青蛤吧？对，你看超肥的。我听到那个很 juicy 的声音哎。它真的超级鲜美的，真的好棒！还有烤蛤蜊，哦，他们家蛤蜊也是经典，他们是烤完不会打开的，所以它所有的汤汁你摇摇看都锁在里面，啊、真的，也很有重量感的。它真的很重哎，而且它比一般的蛤蜊再更大颗，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家很经典的烤蛤蜊，来都一定要点。有汤汁哎，我的妈呀，汤汁啊，好可惜哦。哦，好鲜哦，很多汤汁哎。这好好吃哦！超夸张，它这个真的很大，这个叫做手臂虾，你看，啊，它已经比我这个小手臂还长了啦！你看，这什么意思？超大！好了，我来为你服务，我就剥给你吃。它怎么剥？一样啊，只是它真的太大。你要用，你要用我。然后它连头都很大。哎，你看虾膏。真的无法用优雅的吃法来，这里就是要豪迈的吃，好不好？台湾人就是要这么的豪迈。它这真的肉啊，超级 Q 弹的，而且不会很硬。然后它虾味其实还蛮重的，加上一点那种盐烤的味道，就是超好吃的，而且超级新鲜。而且我没想到它烤的那么干，然后外面又涂了盐，它其实里面还是有汁的。它有汁，完全。所以你吃一边咀嚼的时候，它整个汁会出来，然后那个虾汤的香气。那这样我已经有点期待龙虾，干一摸就起来了吧？你先吃，你看直接一拉就可以拉起来。欸、真的哎，这种就是新鲜的。它的哦，超棒，我吓死了，快把它拉出来，好大个哦，超厉害的。嗯，这龙虾一定运动很多，它超 Q 的，啊、它肌肉量很够吧？它很。然后会弹牙的那种 Q， 好辛苦哦。它咬起来是还有那种海味的感觉，而且它有脆度哎。他们家其实还有做寿司，炙烧鲑鱼肚寿司，我觉得是很喜欢吃日式料理的人一定要来这边点，好香哦。哎，它寿司不会输日本料理店里的寿司哎，配着上面那个啊鲑鱼卵，对，完全就是缩小的亲子冻的那种。有一点，我觉得醋饭就是它的灵魂啦、啊。对啊，好吃。有放海鲜而已，只是它就是纯粹海鲜的鲜香。我觉得加菜一点很好。哦天哪、啊！那我来吃吃看那个扇贝、哦，它的那个干贝的部分啊，怎么样？超厚实的，所以它就是有 Q Q 的部分，然后跟它这一块呢就是很嫩，嗯，它的那个然后又很甜。你看，我真的很爱吃螯类，对，超肥美，你看看。我已经没有除了鲜美以外更多的形容词了。好新鲜哦，而且好甜哦，我喜欢它的甜。哇，我跟你讲，一般我们在外面吃火锅啊，它那个鱼片怎么可能那么厚？对，很入口即化的那个鲷鱼片呢，它的肉质很腥啊。对，其实台湾的那种鲷鱼啊，也是在养不上。
等级。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等级应该不差哦。这个呢是他们的特色的隐藏版料理。今天有什么海产最好吃，他就准备什么。太浮夸，酒桶包我怎么会那么好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呢是我个人最爱的一个贝类，它叫做牛奶贝。哦，它是真的超大的啦。你刚刚最好奇的应该还有这个吧？